有个性有脾气的女人我喜欢，不是另有挑战的老板我也喜欢。那你会打女人吗？女人是用来宠的不是吗？如果我是真心喜欢你呢？没有哪个女人值得我走错任何一步棋。你怎么才来啊？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不是要引诱我吗？你自己去没问题吗？放心吧，我上钩了。我相信你。放心。早就爱上你。任何人欺负你，我都会保护。你什么名义呢？冯太太怎么样？再见了，冯先生。怎么了，我的姐妹？无家可归了，找你来要点温暖。那你可找对人了，我可不允许我的姐妹在这大过年里没人陪。小王，快过来，把这个行李拿一下。好嘞，云姐。走吧，快给我聊聊最近都发生了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我们可要彻夜长谈。跟我说说吧，到底怎么了？我把我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是爱情吗？没事儿，爱情没了，还有友情呢。咱们姐妹啊，大过天。我去给你倒点水。韩雪，阿俊，找你找的好辛苦，为什么不辞而别？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为什么要突然消失？我打了好多电话，我去了好多地方。我找遍了所有角落。你到底去哪儿？抱下你，
不想再把你弄丢了。我更不希望你把我丢了。那你怎么才来？最终，烈日没有遍体鳞伤，因为这个猎物会治愈伤痕，就像现在。投资前，这场游戏到底是你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好多合同没看呢。你确定不看我一眼？不看，回家再看。你确定？ I know your pain is deep inside. Don't run away, don't try to hide. I know you're feeling so confused. 你干嘛呀？当然是想干嘛就干嘛了。But when you're there and darkness closes in, 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好看。你还记得我的尺码？那是。35E。谁要做你的冯太太啊？